我是刚刚的和尚，那一三年五月二十七号，那个切，啊，西格蛋，西格蛋，十六点二七分，是吧？是一二一四。吉阳八车金鹅西湾线，开往新竹的，因绿色要三分钟就完成九零一车网，九零一车网全都在西科站停了。开启车门，耶！九零一车网哎，竟然是搭九零一车，你觉得？来去客栈，打开九零一，关闭车门，拜拜，六点二七分五月二十七号再见，拜拜。